间谍世家，演员一家啊。在英国的某个乡村小镇上，住着名为野原的叶家人。这个家族的男主人叫做广志大卫野原，他的妻子是美牙伊丽莎白野原。他们夫妻俩跟可爱的孩子们以及一只爱犬在这里生活，长女叫小葵玛丽野原，爱犬叫小白棉花糖，还有这个是长男小新伊恩野原。好硬啊！这些人，我是说，这家人虽然看不出来，却是传承了300年的间谍世家。嗯，扭转！嘿，谢谢你，今天也装饰得很漂亮啊！早餐前的运动了，真的是在早餐前呢。广志是个射击高手，拥有百发百中的高超技术。另外，美牙则精通易容变装术。妈妈，再变成娜娜自己结吧。啊，一大早啊！没关系嘛。早安，小新，你好吗？很好。妈妈，不要再变回来了好吗？嗯，你说什么？长男小新逃跑的速度特别的快。另外，小葵擅长的是……小葵，睡醒了吗？晚安。那今天再继续念给我听好吗？解读密码，不管多么难解的密码，小葵只要一看就可以马上破解出来。哎呀！但是，目前还没有人可以听懂小葵所说的话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野原一家人，为了等待国家谍报机关 KSK 对他们下达指令的那一天，日以继夜锻炼着间谍技巧。你回来了，想整个飞机的。哎，咻！哇，超巨大小饼干嘞！你还差得远呢，小心。爸爸好坏啊！不能一看到喜欢的东西就马上扑过去哦，那很可能是敌人布下的陷阱啊。说的也是，我一时疏忽了。是疏忽了，可以这么说。记住，间谍绝对不容许失败，失败就等于是死亡的意思。哦，间谍的失败就是酸辣人生。你还真会闲扯哎。那就给我小饼干吧。不行，记住，小心，我们野原世家可是从国家的谍报机关 KSK。 哦，从那个 AKB。 是 KSK 啦。这个，嗯。哦，这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嘘，也许有人躲在某个地方偷听。来，跟我来。好痛！喂，好开心啊！爸爸，再来一次吧。我不要。用到这个房间的日子终于来了。秘密的房间，对吧？对。全都是妈妈的东西耶。可恶，美牙怎么把这里当成仓库来堆东西了？老外演员先生。我关于本次的指令，这是第一次吧？你们必须揭开美牙伊丽莎白演员的真面目。啊，美牙的？难道妈妈的真面目不是现在的样子吗？是啊。我都不知道啊。那么搞不好是可是为什么要揭开美牙的真面目？你们不想看吗？想看。依照惯例，都说了这是第一次啦。依照惯例，万一你不是喜欢吃蛋白的小新被抓到的话，与当局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为什么知道我喜欢吃蛋白的事？什么？另外，这台光碟机并不具备使用完后自动销毁的技术，请依照居住地区的垃圾分类规定自行处理。是可燃物垃圾吗？那是什么？从美牙的同学那里借来的照片，这个里面有学生时代的美牙的照片哦。这么快哦？这样爸爸已经解决了吗？
人都没有拍到脸呢。那个就是美牙了。看来要揭开他的真面目没有这么容易了。就是说趁他洗脸的时候或许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也说不定。清爽多了。哎，不轻易露出真面目啊。既然如此，只好等他睡着喽。小心，不管妈妈长怎样，你都不跟她离婚吗？当然不会呀、啊。但是真心话呢？可能要考虑一下吧。不要叫我说了，开始喽。爸爸。啊，果然。什么嘛，妈妈的脸果然就是这样啊。是啊，立刻向司令部报告吧。我。怎么了吗？啊！他脸上还戴着面具吗？什么？爸爸，这下面还有别的面具。你说什么？爷爷，搞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住手！这就是妈妈真正的样子，不要再继续了啦。Oh no！ 到底戴了多少面具了？一下，就算是间谍也好，不是间谍也好，我的素颜不给任何人看，就算是自己的老公跟小孩也是一样。玩笑的啦，没事吧？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吗？哦，对不起了，谁叫你们两个要做奇怪的事嘛？儿子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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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瞄准，射击高手，广智大卫演员。易容变装术的达人，美牙伊丽莎白演员，以跑步速度自豪的小新伊恩演员，以及他的爱犬小白棉花糖，还有不管任何难解的暗号都难不倒他，小葵玛丽演员。只不过现在还不会说话。真是，这家人虽然看不出来，却是传承了300年的间谍家族。超级间谍美牙儿，早安，演员先生。嗨，这次要给你们的指令是，用500元以下制作出4人份的某种料理。用500元以下制作成4人份，剧情不是设定成我们住在英国的乡村小镇里吗？就是啊。这些小事情不重要。这是小事情吗？当你们成功完成这项艰难指令的时候，怎样？一定会有好事发生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耶耶耶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事啦？不过，某种料理到底是什么料理啊？找出这个答案也是你们的任务之一，很多地方都有提示，希望你们成功。原来如此，真有意思，买东西的事情就放心交给我吧。哦，超市的间谍美牙演员一点也没错。依照惯例，万一你
你或是喜欢用蛋白敷脸的美牙被抓到的话，与当局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，昨晚忘记敷脸了。啊，什么？撞到了，速度吹太快了啦！怎么塞得这么严重啊？是的，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呢。好吧，按一下。啊！按错了啦！不愧是间谍车，可是看来我也得减肥才行了。虽然是叫我们用500块钱来做，但是这场买卖根本不可能办到嘛。不过超市有一种叫做限时特惠价的服务，或许可以在其中找到提示哦。应该可以从店员口中获得限时特惠的情报才对。间谍用品，那就是顺风耳。请把这些放上花车，10分钟之后，鸡蛋的限时特惠就要开始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真是太棒了！首先拿到鸡蛋了，可是可以用鸡蛋做的料理是什么呢？哦，牡丹、玉子烧。美雅。哦，你们也来了。小葵解读出宣传单的密码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个乍看之下像条码的部分，你把它竖起来看一看。啊，2点开始长葱。这家超市真是强敌呀，限时特惠的情报滴水不漏啊，居然以这种形式来进行业务联络。哦，都是你的功劳哦，小葵。快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我们也要去啊。既然来了就顺便去啊，帮我一下嘛。好了好了，太像祖父的间谍。现在开始要进行长葱的限时特惠活动。顺利拿到长葱了。鸡蛋跟长葱到底是什么料理啊？限时特卖第二阶段是豆腐和菌若丝。豆腐菌若丝鸡蛋和长葱是上级烧了。糟糕，这样下去会来不及的，小心交给你了。是，遵命。豆腐要买烤豆腐。哇，真不愧是小心，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其他客人就像静止一样的，就像从前的卡通，对吧？菊老师也到手了，这么一来就只缺牛肉而已了，这才是大问题呢。何止是大问题，你看这个，我们只剩下2块钱而已。哦，2块钱可以买肉吗？怎么可能买得到？用正常的方法买一定不行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我想到了。在那里。抽奖券，一奖是国产黑毛和牛寿喜烧组合，现在只能锁定那个了。这是我上次买东西得到的抽奖券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只要赌一下呢？没错，为了完成任务，只能赌上这一次了。不对，我们绝对不允许失败。确实完成不可能的任务，就是我们的使命。老公，爸爸。看来是发挥我实力的时候到了。麻烦你了。好的。
完成任务了。好，完成了吧？对，恭喜你们啊，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，这不愧是演员家族。好啊，那么完成任务的酬劳是什么？早就准备好了。给你们的酬劳就是那超实惠寿喜烧。来，不用客气，尽量吃吧。哎呀，想不到真的能用500元做出来呀，太了不起了，再见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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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